请吩咐。等候调遣。Thank you.
上后吊紧蹲两令。Thank you.
命，末将后命，末将高令，末将听命，末将后命，吩咐末将后命，末将后命，吩咐。后将高令，请吩咐。愚公放心，末将后命高令，末将听命，末将后命高令，吩咐。掌控要领，愚公放心，愚公放心，末将后命高令。后面将后面将后面等候调遣，谨遵两令。等候调遣，谨遵两令。等候调遣，谨遵两令。
将通威。木将通威。打后调遣，打后调遣，谨遵两命。谨遵两命。听候调遣，遵令。
后调遣。末将听命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，公元220年，曹操西征刘备、吴宫，班师至洛阳，正值关羽兵围樊城，遂遣大将徐晃进兵与东吴合击关羽，以解樊城之围。关羽败走麦城，为孙权所擒斩。不久，曹操崩于洛阳，时年66岁。谥号武王。同年，妻子曹丕比汉献帝禅位，登坛称帝，国号大魏，追尊曹操为武皇帝。曹操一生出生入死，征战四方，为人知人善察，文武尽得其用，临阵与敌对陈之际意气安闲，乃至绝技成圣之时，则气势盈溢。晋陈寿《魏书武帝纪》评曰：汉末天下大乱，雄豪并起，而袁绍虎视四周，强盛莫敌。太祖运筹眼谋，鞭挞宇内，揽身伤之法术，改韩白之奇策，官方受裁，各因其气，交情任算，不念旧恶，终能总御黄基，克成红业者，为其名略最优也，亦可谓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。